复利十倍数，赚钱要快速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明雄。在周末的时候，就我也一直呼吁大家不要出门，就尽量可以都要留在家里啊。要出门的话，一定要戴好口罩，这非常重要。因为以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现在疫苗还没打，那口罩就是你目前的、啊、那专家所说的，这就是一个疫苗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，今天一开低，那你有没有做动作？今天开低虽然不多啦，165点，但是以现在你可以看到，现在是上涨60点。今天早盘你如果有看盘面上的话，你有看到什么最强？航运股啊，我好像台股只有航运股而已，不是吗？航运股目前啊，现在成交量有稍微开始拉回萎缩一点点了。早盘的时候一度到45%，45%的成交量，那其他的股票哎，那还用做吗？当然要啊！啊，我们买股票，你是要买在去跟人家抢啊，买在高点，还是要买在低低的地方？那目前我也告诉你啊，你也不用着急啊。我们都做什么？我们是短线来计划，先抢30%。先赚先赢，这30%一定要给他赚30%吗？不用啊，你可以猜呀、啊，要看，当然每一档股票它所短线上要做的，可能是10%、15%、20%一趟，做一趟啊，就是这次买，然后过两天两三天卖掉，或是明天卖掉，哦，可能有10%、15%、20%，我们是以这样的策略，那短线上我们要先把它。抢30%，因为现在疫情还是蛮严峻的。那现在我知道你心里那蛮担心的啊，担心我都知道。那在担心之余，那先第一个当然的，我会跟你说嘛，你就要先顾好自己的健康，这是第一要件。那要赚钱，我们再来想办法。你现在这段时间。你也不用什么样的着急，那你想要了解更多，那你也可以来参考像我所操作的一些股票，我的看法，我的策略，我们是怎么来操作的。那目前我们在上周五、上周四、上周五，我不断的告诉你有一档股票，那你如果是大户，还是说你可以有低档地方自己买，不断一直告诉你，你可以自己买，你可以自己买哪一档股票？我们来看一下，2303，加加加，在这里啊。那这两天我都告诉你，你自己买，因为外资法人那持续的一，大概这一段时间呢、啊，从四月底开始一直到昨天到上周五。多是在卖超，东西在卖超，融资也下杀了，一大段。这样股票那卖不下去，我跟你说，外资法人卖不下去，你要做什么动作？当然低的买呀、啊，那低低的买，你这个像这种股票，你要。当然买第一个我们现在的，现在我知道你在操作上你会非常的不安心，所以我在节目上都告诉你一些像买起来会让你比较安心啊，抱着你才睡得着啊，你不然的话你买一档股票买下去，你连尿尿上厕所你都还在想着它，那档股票我奉劝你在操作的时候还是先把它卖掉啊，它不适合你。什么东西会比较适合你啊？这个啊，啊外资也调降啊，啊也没掉下来呀、啊。啊，它外资通常在调降的时候，通常啊，我们以一般的惯例，不要说全部，没有说所谓全部，惯例来说的话，外资它调高是哪时候来给你调高？你家外资在调高。调高平等，弄你家，调高平等，
啊，哪里在降低平等？加，都在这里降平，叫你赶快卖。啊，这里赶快叫你赶快买。他们居什么心呢？你如果真的是在操作上，你要特别小心。当然，他们以现在来说的话，外资目前呐、啊，他们是有还有在卖，但是有没有打下去？有没有把它打到底下这里去？没有啊，没啊。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联电慢慢的往上拉起来。这个45块左右，要赚个一成，赚一成啦，45块赚一成，差不多49，算50块，50块附近的，加上扣下一些交易的成本，50块，好，能不能到？当然是可以啊。那有我在节目上我有说，你在上周的时候说，你如果有资金比较大的，那你不知道买什么，想要买比较安全的。啊，的 Z 啊，就买这个就好了。还有这个啊，买这个啊，你抱得住，你买的多，你怎么赚得到钱？那你买那种有些股票，它基期很高，像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啦，像哦，阳明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阳明好了，它现在基期低还高。啊，基期高嘛，啊，这种股票你就算跌到这边的基期还是高啊，就算到这边还是高啊，啊，那现在呢更高啊，啊，这种股票你买下去，你能够买多买了很多张吗？你讲不阿多吧，买很多张你也会很担心很害怕，啊，你买不多啊，买那一两张啊也可以啊，一两张就赚个买菜钱呐、啊。现在去买，你赚买下来，想要赚买菜钱，我看都很难了、啊，哦，都很辛苦，啊，担心受怕，那、啊、有没有这个必要？啊，涨又会涨比人家多，涨几趴？涨4%，踢4%，啊，你可以选择这个啊，它也涨四，你涨4.5%，啊，基期的位置呢？啊，在家，啊，这买的会怎样？这可不可以买比较多？你买的比较安心啊，外资一直卖啊，也跌不下来啊，外资一直卖啊，也是落不下啊，当然要买这种股票啊。啊，今天一度盘中有多少？盘中一度有也有涨到有6%，啊，现在稍微拉回来一点点而已啊。这些股票啊，你可以买的到的，买的比较多，买的比较安心，因为它的基期比较低。那像我们所说的这边底部来换股来操作，就是这样子的策略。那当然啦，这个我们还是有赚就要跑哦。你不要跟他长相厮守。现在目前为止，你要跟他长相厮守，你等我的讯号，等我告诉你哪时候，那我们再来做一个波段。那做波段是我的专长。那当然了、啊，短线更是。那短线上现在的策略，我们是以这个方面来做，就是短线的计划。第一个就是要先把这35%、30%，先把它先赚先赢回来，在后续的60%，我们慢慢的把它给再赚过来。按都要一倍啊，这样不就快一倍了？那我知道你现在很多股票，你手中的股票目前还是可能还压得低低的啦，那也不用着急，也不用着急。那还有一点啊，要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，这个是在假日的时候，那5月啊，这是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的时间是5月22了，那美国是5月21，拜登的基础建设大幅度的被人家减少，减少到多少？减少1/4，减少1/4。那这一些基础建设的一些股票啊，这些原物料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压抑的，会受到比较大压抑。那操作上要特别的注意一下，那特别注意一下。那你如果不是很了解说
这些原物料，那这个缩水的话，会造成你手边、你手上的股票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手上的股票是什么股票，那我没我不知道我怎么告诉你呢？因为这么多种股票原物料，那我不知道你什么股票，你要告诉我，我才知道。我来告诉你怎么样来，你如果来告诉我，我才知道你的股票要怎么来处理。因为以目前这个消息来看的，这已经不是消息了，而且啊共和党哦，那反对党哦，还是不领情哦，还不领情。那他们的协商到最后，他们都会做一个比较平衡上，而且要让它过关啊，要过关的话，可能还会再继续降。所以你手边的一些股票，其实原物料股，还是你不知道它到底跟它有没有相关的，我欢迎你可以来电或到赖生活圈来这边来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太多了，你不要我一直给人家点那档股票，这样也不太好。那我们再来比较，哪些股票会有比较机会啊？当然，我们买股票，你第一个你一定要看机会嘛，还有你买进的成本。那你如果获利相同的时候，那成本拿出去不一样，你会选择哪一样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这档股票，我们做一个群创现在21.75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财报嘛，这个不会骗人的，这个财报现在是第一季赚了1.15元，那也是高增长，持续在成长，到平均都有大概有到六成左右的成长哦，这个大股本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档股票，中鸿，哇，这个大家都很热门嘛，都很清楚嘛，第一季赚1.18啊，它的成长性也没有它强，平均上来说也没有它强。那当然了，到四月份的时候有到58%，这 TIAGO 啊，这是中鸿，那它的第一季获利就跟群创一样啊，啊，价位在多少？45.7，那3481呢？21.7，21.6，你要选哪一档股票来做？你会选哪一档？我不知道，你要告诉我，那我再来告诉你，你的胜算有多少？那我知道我的股票，我的胜算，那其他股票我当然也会是精细，我也会去算。当然，你说我为什么不买一些其他一些股票？因为以目前来说的话，要让你买的比较安心。现在，那哪些东西买哪些股票能让你比较安心？当然就有这个啊。我们当然不买投机股啊，买早期优股、底部股买进，有没有啊？面板股不就是吗？群创啊，友达，还有彩晶啊。当然友达我没有操作了，再买下去的话就满贯的，全部都买了。我们操作只有群创还有彩晶这两档股票。那底部股要锁定哪些股？锁定哪些东西呢？当然要锁定啊！啊，锁定哪些高获利、高成长、低本利比？啊，现在面板就是啊，面板啊，高获利、高成长、低本利比，那本利比都，那以外资他们来看的话，那等于外资他们看到多少？今年赚7.6，那群创那行夸张啊啦，太夸张了。大概我估基本上5块，啊5块来说的话，现在股价你才1.6，21.6，那本利比才多少？还不到5倍，那4.5倍而已，4.3倍，啊，这安内贝贝可不可以买？那你买的会不会安心一点？现在操作上，我知道大家都很急着想要赶快把输的把它赢回来，30%、40%、50%那些股票赢回来，不要着急。
不要着急，你要一步一步来。你如果跟着我来走，我一步一步帮你拿回来，贴回来。要很多长的时间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。像群创，这个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这里，做个两三趟，这里做个两三趟就回来了。我们一次也不用贪啊，10%、15%，我们就先获利了结一趟啊。我们就这样子操作，短线的策略，短线现在目前就是这样来操作的。那我也知道，可能最近大家会比较辛苦。那我也用一个做一个专案，专案会员，我们的会员直接升特别会员。那我亲自带你操作，你不用再看那冷冷冰冰的手机啊，不知道买多少怎么买，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我直接联络你，我直接告诉你，帮你资金规划，帮你资金规划好，那要买多少？直接去挂单，这样子清清楚楚，这样子你也比较放心。那操作上这样也比较及时。那当你没有买到的时候，你要告诉我，我也会来告诉你。你有买到的时候，你要来回应给我。那我们这样子才有办法合作无间，我才知道哪时候我们该进该退，资金多少我们都要掌控好。因为以目前不是那种我们现在的指数啊，不是在这里呢。咱起码基手我们直接加了，不是在这个12000点呢，起码是在17000点、16300呢，16300呢啊，17000这边我每天都告诉你，这支啊4月27号，每天都告诉你不要融资。你看我的节目，你不会错，你不会错。那待会我们再来介绍，看还有什么有机会。这里加老教练有什么机会？有什么机会？那我们先进段广告。保证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陈通投顾三大保证。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，我的神水好习惯是会把洗澡前的冷水、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，可以用来冲马桶，还有拖地。一水多用，节约用水，从你我做起。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，我的神水好习惯是把洗蔬果的水和除湿机里收集起来的水累积起来，用来浇花、擦拭家具，还可以拖地哦。一水多用，节水可以很轻松。欢迎回到现场。现在我们大盘又快要接近，又来到平盘附近。那操作上，现在我跟你说，就是会在我们这个疫情还是蛮严峻的时候，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这是第一步。那
第二步你再看我们要的怎么样把钱赚回来，把你短在这一个17700点高点落下来，我们要把先把它拿回来，把它赚回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这个礼拜在168周刊所写的啊，这个直行的比较小，那我们把它给它拆开来。那我在这个168周刊我写什么？我要写说像有群创、友达、彩晶，那哪边买进？季线买进呢？他们都在季线呢、底下啊买进呢、还有什么？技嘉、维新、威刚石泉、威刚石泉啊，这个啊，威刚石泉呢、季线下就买啊。有没有在季线底下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啊，威刚啊，今天开也是开低啊，今天开低啊，都在季线底下啊，开低啊。还有4967石泉啊，也是开低啊，都在哪里？季线这一个啊，绿色是季线啊，季线下买进啊。我已经很明确的讲了，那因为我们不能把明确的数字叫你哪时候买，不行，我们不能这样子做，不能这样子写，这样子我们不行这样子做。那以目前来说的话，像这当然是像我说的威刚啊，还有4967的石泉，他们算是奇亚币，那这一波是奇亚币有涨上来。现在奇亚币今天早上我在假日的时候看的时候，最低点奇亚币有跌哦，跌得非常凶啊。奇亚币到了11:47，我看的时候有跌到多少？729块美金，729块，在它在上周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还有1300块，现在几乎快腰斩。那有没有利润？这就要看个人了，看个人的设备了。那要看设备了。那当然了，这些股票我们可以看到像威刚石泉，他们不是只有奇亚币了，你卖一滴熊，他们是不是只有奇亚币啊？固态硬碟哪边用的？固态硬碟、机械式硬碟，那哪边要用？电脑啊！现在宅经济，现在小朋友都大学以下都要在家里上课。其实大学很多大学都也是都用远端，那远端教学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到课堂去，用远端教学。远端教学要需要什么东西？啊，电脑啊，笔电啊，还是桌电啊，都可以啊。当然笔电比较方便，那移动式，那你可以到客厅啊。还有到你的卧室啊，还有到哪里，只要你都就算你出了门也可以用啊，当然是笔电比较方便啊。那笔电通常现在的笔电都配备都是固态硬碟啊，还有它的储存的硬碟就是会用机械式硬碟啊，都赢得丢啊。啊，固态硬碟都是什么？哪家公司有啊？我们很多家啦，但是我所举的有两家，然后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两家，威刚3260威刚，还有4967的石泉，这两档股票。那像我也跟大家说了，你买这个滴滴的股票，阿里阿里又给来到今天为止，这第一档地方44块钱，到今天石泉第一档地方底部买进，到今天高点54块，阿里去10块。涨10块钱啊，10块啊，老师啊，没多少啊，10块啊，4块，10块钱是多少？25%呢，将近25%了呢，25%呢，十全。还有呢，我们来看一下3260啊，这些股票哦，我建议你不要自己追，不要随便乱买，不要自己随便乱追，因为在这个时刻，那操作上当然会比较大的震荡。我欢迎你，你想要知道可以来电或是到赖生活圈来询问，我来告诉你怎么操作。那这个短线的计划，我们在持续进行中。我们超前，我们就已经超前部署的，不像人家现在最近才在讲，我们是超前部署。中华会员，我直接升特别会员。那我亲自带你做
帮你把世界赚回来。那要注意自己的健康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，也祝你投资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保证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晨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晨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晨通投顾三大保证。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晨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晨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车怎么开的？看呐！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宝：一、开启危险警告灯，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；二、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；三、交会车辆。